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SPD Bar with Special Campo。 然后今天一样，我们也是要来做我们的脱掉行物，因为上次有人说其实还蛮多人说想要再看一次脱掉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啊，这次来拍一个脱掉好了，也是一样在，因为就是洛森都市当然是最多车子会最会那个违停的地方嘛，那不一定是洛森都市啦，那其他地方到时候我也是会去做脱掉勤务，就是看一些地方有没有违停或是什么对对，基本上都是违停的之类的，就看看有没有违停，然后再去其他的地区这样去脱吧。 OK， 然后我们就在附近绕一绕，看看有什么违规的车辆要我们处理的吧。好吧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地方来，因为好像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就是最多会乱停车，这边就一台停在红线上面。好，我们先把警灯打开，准备要脱掉了。一样，我们的规则也是一样好了。如果他只有一次的罚款记录，我们就饶过他，就是再开一张罚单。但是如果查这辆车，如果有一次罚款记录以上，就是两次、三次、四、五次那种，我们就直接脱掉，因为那个就是太多次了，所以我们就请那个中心帮我们查一下这辆车的资料， 03FIY210， 然后待会就要开给他开个单。我刚才直接穿过那个线了。OK， 好吧，那个资料出来了。Ida, Young, 2, 1, 哦，这辆是 Mark Brown 的名下啊，然后车辆没有什么不良记录，车子也有保险，然后他的罚单记录已经有三次了，就是已经超过我刚才说的一次，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给他拖走了。好，我们给他开个啊，对哦，我都忘记了，按那个按键以后会他会去给他开门。好吧，罚单开完了。我那边是怎样啊？车祸？那是酒驾吧？不过我现在不是警察，所以我不能去，我不能去理他。好了，我们就上车把这辆车勾走吧。然后也是一样到最近的警局。OK， 勾起来。他这辆车的脱钩比较低哦，所以。哎，好像车子不太说能把它完全的举起来啊。哎，我们要先看一下那个哪里可以脱掉。最近的地方是就这里吗？哦，对啦，这边有个脱掉厂，都忘记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来个回转。虽然是双环线，我知道，但是没关系。OK， 哎。哎呀，走错路了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我们这边可以过来，请原谅我一直走错路。好，过来吧。然后等一下也是一样，没意外，就是在也是在这个附近去那个找违停车辆，因为哦我的老天啊，绿灯不走，在那边走然后又停，害我撞到，我的老天啊，真的是。这不关我事啊，就是违停的车辆，就是这附近真的是违停车辆是最多的。那像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 Plato Bay 或是Sandy Shore 那边就很少，但是也是有，所以如果过几张还有拍那个拖吊车的话，就会去那个地方去执勤呢。好，我们快到了。哦，然后，有人在问我说我是用什么玩的？我是用 PC 玩，然后我是用键盘跟滑鼠啊 ，PS4 啊，什么什么那种次世代主机那种是没办法装警察模组的，因为它 PS4、PS3、Xbox 那种都是一片光碟嘛，你不能在光碟里面。去放模组啊，那如果只有 PC 才可以装模组，因为 PC 是整个档案安装到你的电脑上，你的
档案就可以去装模组啊 ，PS4 那些什么光碟那种就不行。所以如果你们想玩模组的话，就只好去玩 PC 版啦。这样就希望各位会知道，我就是玩 PC 版的，我不是玩 PS4， 也不是玩 PS3。好了，我们就等红灯吧。像这种脱掉情物的章节，都不是说会非常的长了。哇，这辆车，如果我是警察，他就死定了。我真的，而且还冲撞路人，这个可惜。我今天是脱掉员，我不是警察，所以我们就只好让他跑了。闯红灯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一定是酒驾。然后我们到了。哦，这钩子很低，所以我觉得有点恐怖。进来这里啊，停好，应该不是说停得非常好了，就稍微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出去找一些违停车辆。那这个被拖掉的车主就只好自己过来领车了。好吧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违停车辆，再我们再继续去找找看吧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接到一个人的投诉电话，说有一辆车子一直停在这边很久了，都没有人去取回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是怎么样子。然后也是等一下拖到那个拖吊厂，看看有没有那个人来领。好，这辆车先帮我查一下它的记录是怎么样，看有没有什么不良记录，还是失窃车辆还是怎么样？不然为什么会停在这个地方？而且这里还不能停车哎。好，这辆 Premier 00RJD6607。好，但是 Dario Mahelkic 的名下，然后他已经被开三次单了。然后车子的状况是良好，也有保险，那为什么停在这里？可能出国了，哈哈，没有了。啊，就算是有事情去处理，也不能把车子随便停在这里，而且这边又不能停车。前面这台应该是没关系，它是停在房子旁边的，那这里就有点不太适合。好，勾上。我们先把它举起来哦，我还没有去给它开单呢，所以我去给它开一下。那个希望还是一样准备要打破玻璃，要近一点是吧？要多近？哦，在这里够近了吧？好，不要再敲破人家玻璃了哦。啊，算了。OK， 我们通报，等通报完成就可以拖走了。好，那个我们可以把它拖到拖掉厂去了。在哪里啊 ？OK， 在这边。我刚才后队直接把他玻璃撞坏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拖吊厂会负责全额的维修费，我们拖吊厂很有钱。好，先借我过一下，抱歉。当警察当习惯以后，突然来玩脱掉就很怪，很多地方突然都不知道怎么样做，不然就是做错。好，绿灯了，绿灯的行人还要穿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然后这边大塞车，我觉得这辆车我很喜欢欸，它灯我觉得闪的还蛮好看的。
哦，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违停车辆，待会我们再来处理好不好？那一排停在那个围墙旁边的。啊，这红灯还真久啊。好，绿灯了，终于。那个不用管后面撞我们的车子，因为他们不会认那个 NPC， 他们不会认车子里面没有人的车子，所以他们会理所当然就是想要把位置补起来，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才会一直去挤啊。然后脱掉原身上也要配枪啊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拖掉人家的车有没有？那个我有给他配枪，因为 NPC 都会做出一些攻击人的事情，所以只要说不定我在拖他们的车哦、喔，然后突然有人冲过来说：“欸，不准拖我的车”，然后打我，我就可以反抗，对，就可以给他逮捕，叫警察来处理。好，刚才那辆车不知道还在不在？我们第一辆拖的。哦，不在了，车主可能把他领回了。好，一样也是这样拖到这里来，我们把他停到那个停车格里好了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再去看看还有什么违规的车辆，我们再来处理。今天应该是都会集中在这个地方啊，上一张是都是在洛森都市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就在这个这边应该是 Strawberry 地区吧，就一样看看，好吧。好，我刚才说看到很多违停车辆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啊，现在是红灯。欸，怎么都不见了？是要知道要我来拖，是全部都开走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们再等一下再绕到后面去看看有没有其他违停车辆。算你们跑得快，没有被我拖走。看看，这其实要找违停车辆，其实也是蛮难找的，因为有些地方根本就不会有违规车辆停在路边的。哎 ，OK， 前面就一台，他给我停在转弯处，转弯的弯道的几公尺以内是不能停车的呢。好，我们待会去把它拖掉起来。OK。这台嘛，这台 Baller 2。好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工作灯亮起来，这样子人家才知道我们在执勤呐、啊，不然会人家也会说我们在违停。好，我们现在查一下这辆车的资料，看它这个一定要拖掉，不管它是一次还是，哎，算了。开单好了，如果他只有一次的话就开单了。这样 ，Huntley， 那个47UQF054。不过依据，两次哈哈，依据那个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应该要查到一次的机会应该是蛮小的，所以我们就给他这样就是要脱掉了。这样还不够近吗？快点开单啊，一定要在这里，然后要把人家的玻璃打破。我上次说要改按键都忘记了。好啦，我们到时候会去改一下。那这集被我打破的车窗就 sorry。好，我们可以上去把它拖走了。比上拖到刚才那个拖掉场。
起来，然后再……哦，这次就蛮近的。这里是什么啊？托……哦，哎，这是……哦，对啊，这是富兰克林的资产。我们现在在给富兰克林赚钱，因为是拖掉他的停车场。然后那些刚才撞坏的车子维修费就是由他来付啊。OK， 我们快到了，在前面而已，这次比较近。绿灯了。那边是警察局的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拖到这边来，拜托我赶快好不好？啊，我不是要，我不是要查资料，我是要叫这些人赶快过。刚才那辆车也不见了，车主来领回了哦。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停？好啦，那我们再继续去找还有什么违停的车辆。不知道各位对违停车辆的章节，就是拖掉章节有什么意见？就是像这样子拍，或是你们喜不喜欢看违停车辆？你们在留言底下跟我说说看好不好？就是你们喜欢看违停车辆拖掉的章节吗？那还有什么觉得如何？你们如果有意见想表达，或是觉得喜不喜欢呐、啊，就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，看看各位觉得怎么想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看看还有哪边有违停的车辆。好，这里有一辆停在，而且还停在消防栓附近，它又停在红线上，这个就是一定要拖走了。后面那辆就没有，它是停在，它没有停在红线。好，我们一样查它的车牌、车籍资料。那做这种拖掉还蛮好玩的。这辆格伦戴尔84XCL974，我们看一下资料，待会儿要敲破他的车窗了。应该又是一次以上了。哦，这样就严重了嘞！哇塞，这样 John McGinnis 的名下，这辆车居然没有缴税，然后被开罚过5次，而且还没有保险，哇塞，钓到大鱼了！钓到大鱼了，其实很少那个路边去查，真的很少有这种这么严重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钓到大鱼了，好吧，我们要给他开一个单。We have an illegally parked vehicle in Strawberry. Target vehicle license plate. 这辆不止违停啊，没有缴税，而且车子还没有保险，而且更何况又被开罚5次，这个是真的。真是累犯呢！好啦，我们给他拖掉起来，先对准。刚才有点，这辆车是有点小，所以那个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拖掉厂在那边。OK， 我们等一下直接左转好了，因为我们刚才是在你里面，我直接这样切过去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结果让我插个队好不好？哎哎哎，你没看到我拖掉车？就正如我刚才说的，你们不要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们会去挤后面那辆车？因为那辆车没，车里面没有人 ，NPC 不会去认那个车子里面没有人的车，所以他们就会视那个为空位，他们就要补上，就是这样。好、哦、快走啦！妈的，我刚才遇到一次也就算了，这次又第二次同那个绿灯，然后突然给我停下来，然后害我撞到，我真的拖起来打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是执法人员，我不能这样子。好，又到了，富兰克林又赚了一笔。哦，真的是。刚才各位有看到了吧？如果没看清楚，倒再看一次。刚才明明就是绿灯，要走，然后他给我又突然给我停下来，然后我就直接撞上来。好，我们给他停到这里面来。
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轮胎啊，爆胎，好屌啊！这有那么严重吗？好，警示灯关掉，我们接下来再来拖个几辆，就差不多可以结束这个章节了。啊，中奖了！各位，真的是中超级大奖。刚才那台，继刚才那台以后，我们现在这边有中了三个奖项，全部停在红线上。我们处理第一辆呢，另外两辆呢，就请我们的支援来把他们拖走。好，我们先去给后面这两台开单。然后请我们的拖车给他拖走，三台违停，真棒啊！业绩又赚了不少。好，这边就麻烦我们的同仁来处理一下。然后还有这台，也是一样。开个单哦，两门的他不就两门的就不会撞破玻璃，就直接开单了。那我真的要去改一下那个按键。好，现在拖走了。哇，我是怎样啊？那个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摩托车，他是嗑了什么药？我也想来一点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嗨呀！好，特调车，请过来这边帮我处理一下这样违停车辆。我们看着把它弄拖走。好，可以了。那这样我们就自己来。这样我们先查一下车牌。有人在烧胎了。真可惜，我今天不是当警察哎、欸，不然的话可以逮捕好多人了。又是要是葛伦戴尔04CBZ085。好，一样开罚过三次的记录了，还是不能饶过，累犯了，所以我们要给他开单。We have an illegally parked vehicle in Strawberry. Target vehicle license plate 04 Charles Boy Zebra 085.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上车，把这辆车拖到哦，差点撞到，拖到那个拖吊厂去。快过啊，旁边位置很大。我们这次我看一下顺。哦，好啦，这边还是比较近，所以我们就那个拖到富兰克林的停车拖吊厂去。他在跟我赛车是不是？我要直接给他超车，他就突然给我加速不让我超，然后现在又突然切到中线道去。旁边这两台没有停在红线，很好，不然你就要被拖掉了。这个拖完以后，哎、欸，这个拖完以后就可以结束这个章节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、啊，多数的车辆损坏都是 NPC 造成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我是乖乖的拖车也，我损坏的地方顶多是车头或车尾，因为它后面会 K 到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因为GTA5 它的拖吊车没有像那种。真实世界那种螃蟹夹那种脱掉的装置，所以就只能用这种勾的，都会去给它撞到。啊！可以到了，刚才那台车又不见了。那失主这些车主真是那个效率很高啊，马上把车子给领回了。好吧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结束这个章节了。那希望各位喜欢，
然后一样老样子，喜欢可以按个赞，然后那欢迎各位分享影片跟在底下留言，然后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喜欢我的影片就可以按个订阅，那我们就在下一章的 LSP 地方再见咯，拜拜。